Wednesday, married on Wednesday. Hey, 月岛安安，晚上好。快北北安安是怎样？仙西啊，早安啊，安杰。早安。等等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我的安姐，你在生什么气呢？那当然，谁都会生气的、啊。真是的，从什么时候呢就来这里的？就算幽灵也不代表可以为所欲为哦。呵，安姐，我很幸福呢，因为死掉以后，终于能够像这样子见面了嘛，要永远在一起哦，安姐。黑童话类型的，对啊，这回是应该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糖果屋，他这回黑的是糖果屋，我好像又有点不一样。我不会讲他不一样点在哪，他这回居然还扯到那个所罗门格兰迪。我对所罗门格兰迪印象比较深刻，就真的是在那个 DC 漫画里面有一个僵尸哦，丧尸吧，杀不死的那一个，他就整天一直在喊这些触碰，喂，不要这样。呀，安杰真是的好粗鲁哦，这种事不要再做了哟。好的，是我想太多吗？这边是越来越破烂了。哎呀，星星啊，难道你身体不舒服吗？总觉得脸色有点不太好。幽灵嘛，气色它是当然的呢，是 GL 是吗？哎，好，房间好像有点变了样了，因为妖精们做的事吗？你现在注意到房间变样了吗？房间一直都很诡异吧？寿喜、结婚、患病啊，按错。早安啊，伯恩。早安。你怎么是清醒过来了呢？嗯，什么嘛，还没睡太晚呢、啊。算了，我出去外面一下哦。伯恩好像精神比平时差了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嗯，而且感觉没怎么睡呢，没有勉强自己就好了。还是有正常的啦。我不喜欢群体活动，独自一人比较轻松。你是不是又少一个啦？我要破坏这些。啊，看来你是说吸血鬼吗？哈，怎么了？啊，是没有什么啦，只是听到了有点讨厌的传闻而已。说不定啊，就在这栋屋子里啊。啊，在说什么？吸血鬼那种东西不可能存在吧？金牌够呢，像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说没有吸血鬼这种东西，但我还是觉得世界上是有吸血鬼的。我还是相信。啊，对了，那果然还是没事啊，忘了吧。什么嘛，真是的。不要。怎么了安？那安杰大人想请你帮我们找找达伦。达伦是安和大家的朋友，最近都没有看到他，难道说艾利克虽然是个很吵的家伙，但如果不在的话会很寂寞呢。艾利克怎么也不见了、啊，对啊，艾利克红色那一只怎么不见了？听说星星啊当了安杰的新娘，那是真的吗？等一下，那谁说的？当然是假的啊。切，我把它弄破。诶，有没有这个吗？所以要帮忙找达伦是不是？然后在星期一出生的，没有什么能当线索的吗？衣服吗？虽然掉在甜甜圈的画旁边，不过这个应该没关系吧？就算是这种东西，说不定也能成为线索呢。过去报告吧。是呢。哈，强制结束，结果还是没找到。那个安杰大人找到达伦了吗？桌上都有这样的东西哦。是达伦的衣服呢，在甜甜圈的画旁边找到的。你觉得谁可疑哦？什么谁可疑？
艾利克在派对上变成盛宴了，什么意思？艾利克在派对上变盛宴，什么意思？他被当派对吃掉了吗？甜甜圈，啊？是吗？我们是在星期二来的，星期已经过去了呢，所以达伦已经，呵呵，大家其实都明白的，不是吗？达伦他已经被杀掉了呢，被那群家伙杀掉了呢。不要，安杰大人，非常谢谢你，这个是回礼，得到布丁。是怎样？他们每过一天就会消失一个，是不是？今天是星期三的，所以换安消失了吗？我记得安是星期三啊。对啊，安是星期三呢、啊。知道我等一下换安消失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对啊，艾利克消失了，达伦一开始都不存在，他们星期二才出现啊。嗯，好曲折的故事。耶、yeah, ，又完成一个拼图。金发绿叶女生好变态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很可爱啊。我觉得他比安杰好看呢、欸，我觉得啦。伯恩，嗯，伯恩，我说你还在看书吗？安杰，赶快收起来。什么事？为什么要藏起来啊？那个呢，是对安杰来说，嗯，还很早的书呢。什么啊？在看儿童不宜的书吗？不行喽。那种东西对伯恩来说还很早呢，交到我这边来，让我瞧瞧，让我看看。嗯，关于吸血鬼的考察语言。比起那个，嗯，今天早上天气的天，那、还真好啊。窗口被钉上了的说，伯恩知道天气啊。不是啦，那个，嗯，总之。什么事都没有啦，开始欲盖弥彰了，这家伙肯定有问题。乱摸安杰啊，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吧？问题他是幽灵啊，幽灵有乱不乱摸的问题吗？没有吧？摸什么都穿过去了，除非要打人啊。什么啊，真是的。所以就说什么也没有啦，跟安杰没有关系啦。哼，到底。这到底可不可以拿、啊？很纠结，拿不开被盯上了，超纠结的。现在要干嘛？哎、欸，这个棉花座位是不是长脸啊？不能。啊？哎呀，马修怎么了吗？把金币全部花光了，这样下去贷款就……哎、欸。安杰，我有个请求，金币，请给我金币。今天没筹到钱的话就麻烦了。我知道了，大概需要多少枚呢？有100枚的话就够了。100枚，你叫我用抢的比较快啦，你怎么不去用抢的、啊？哎、欸，那边还有一个了。要不要玩扑克牌？牌都在这里哟，金币的哐啷哐啷作响哟。不管是100枚或200枚，只需要一瞬间哦。听规则，扑克是要收集手牌组合以收集金币的游戏。是什么？哦，就那个梭哈啦，福楼 house 啊，童话顺啊，童话大圣 TG 啦 ，OK。这是什么？不是两对，而是三条。Joker 可以搭配任何一个。等待您下次光临。复活节彩蛋，很可爱呢。打碎吧。不能，那个钥匙到最后会傻眼，真的吗？小发夹。
是我的发夹呢，新西亚的。啊，对哦，安姐想起来了吗？真怀念呢，这个是以前安姐送给我的哟。安姐，我常常会想起被你拯救的那时候的事情。我做过的事才没那么伟大，而且为什么新西亚脸看起来越来越奇怪了？不会哦，当那时候你对我说过的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正因为有安姐愿意陪在我身边，所以我才能度过幸福的人生哦。毕竟是幽灵呢。What the hell？ 真好呢，新西亚，又漂亮又有钱，又有未婚夫又幸福，跟我这种人等级完全不同的。什么啦？你们明明什么都不懂。哎呦，好可怕哦！被新西亚大人讨厌的话，就没办法在村子里活下去了呢。不管怎样，你可是这村里最有钱的人。等一下，你们才是在干什么？你是听起来根本就是自己随意乱说了，羡慕什么的，幸福什么的，不都是由自己决定的吗？何谓幸福什么的，是由自己决定的啊。就是有钱的也不一定带有幸福的，因为你们就连那种事也不明白，所以才只是做出别扭的事。什么嘛，别扭什么的？说到底，你还不是什么？有话想说的给我说清楚啊！不管你们了啦。安姐，那安姐为什么在复活节要装饰复活节蛋呢？那是因为新西亚复活节蛋是复活的象征哦，像小鸡从蛋里出生那样，为了庆祝神在第三天从墓地里复活而装饰的哦。复活？为什么神会复活呢？神是幽灵吗？恋情的萌芽，等一下，三角恋啊，三角恋，这是复杂三角恋关系吗？是因为啊，对不起呢，安姐，因为我以前住的村子里没有教会，又很穷困，没法接受什么教育。我呢，回到这里之后，突然被人换上漂亮的洋装，被人说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我不太明白呢，我被真正的父亲和母亲给卖掉了，因为现在的双亲很喜欢我的外表，好幸运，能成为有钱人真是让人羡慕，大家都这么说呢。但是我开心不起来，只因为我的外貌这样子就被母亲和父亲卖掉了嘛，明明就没什么好羡慕的。新西亚，所以呢，安姐，你说的那些话让我觉得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一直都是想要像那样回嘴的。新西亚，这个送给你，好可爱的发夹哦，嘿嘿，这是我前阵子做的。那新西亚，当我的朋友吧。哎，朋友？为什么？我是。男主喜欢女主，新西亚喜欢女主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哇塞，这复杂恋，我怎么想都觉得安姐很吃香啊。这怎么样？觉得安姐都是安姐吃香啊，然后伯恩怎么样都吃亏啊？这怎么比他也比不过女生啊？嘿，熊猫君刚刚晚上好哦。新西亚，我想要更了解你了，所以这是个亲近的标志。姐，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